好，有关于有大直房屋倒塌的事件哦，基泰建设真的是恶劣至极。它现在在整个基地已经塌坏的状态之下，所有的居民无家可归的状态之下，他们居然还去发了一个合作新建意向书，真的是恶劣至极。大家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下，基泰建设却只想着要怎么样继续租跟怎么样继续赚钱，太恶劣了。而且里面他还特别讲到说，本意向书签订之后，甲方不得与第三人签订任何意向书跟其他合约书。你基泰建设是不是假人告告？真的太恶劣了。